站你站来耶，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摆平世界。各位三国的弟兄们大家好，欢迎做客四九城木子的直播间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队呢是传统强队啊，三世贾诩大乱斗。这个惯例啊，这个在介绍之前呢，咱们要先感谢一下我的战友楚天书提供的这个战斗素材啊。这兄弟呢是三战研究是非常非常深的啊，很有想法，经常呢能用白板呢一顿打这个满红大佬啊，这很值得我们平民玩家研究学习啊。希望呢这兄弟呢今后呢再提供多点更好的素材啊。好了，哟，咱们看看今天这，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记住我这还能抽一次，看看楚兄能不能给我带来点好运啊。半价，一二三，走，走你走你走你，我去，行吧，咱们废话不多说啊，咱们先来看看这队的战报啊，组队思路，组队思路，组队思路，看这队组队思路啊。哎呦，这队呢，好，三世贾诩呢，这个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混乱。这个混乱呢，是三战里面最让人头疼、最恶心的这个效果啊。这家伙是，你对方越强，这个他就越怕这个混乱。这自己人干自己人，那酸爽可想而知啊。所以呢，这三世贾诩呢，是哪个队也不怕啊。爱谁谁呀啊，是越强越猛，越要迎敌而上，干就完了。好，咱们先看看这个三世贾诩这个贾诩这张卡牌啊。贾诩呢，哎呀，这个面板呢，智力相当的高啊，相当高，2.65，好家伙，这个确实啊，不愧是曹魏的名将啊，五谋臣之一啊。哎呀，咱们看看这自带技能啊，神机莫测，哈，使敌人单体混乱两回合，并对自身以外的敌我全体依次判定，若未混乱，则有35%的概率使其混乱两回合，友军已混乱解除其负面效果，自身为主将时提高12%的造成伤害，受智力影响持续两回合。敌军已混乱时，对其造成谋略攻击，伤害率175，受智力影响。啊，这一顿混乱啊，各种混乱，还能解除自己友军的混乱，这挺好。这个主动战法发动概率高达65%啊！那现在他呢，再配合着三任啊主将，再增加16%吧，还是多少来着？16%。那相当高啊，这么高的基本上每局都能来一下子啊，来一下子混乱。好，这个咱们再看看这个他的自带技能伪书相见啊。这伪书相见呢是贾诩的自己传承的战法啊，主动战法也是40%。对敌军单体造成谋略伤害，伤害率192%，受制影响。入目标已处于混乱，则使目标对其友军单体发动攻击，伤害率186%，类型取决于目标武力智力较高的一项，否则施加混乱攻击和战法无差别选择目标状态持续回合。这好，又更加混乱，让这个混乱的效果更完美啊，就一顿大乱斗啊。这个呢技能，这个技能配合贾诩的自带技能呢，这俩技能就是完美组合啊，让混乱发挥极致啊，一顿混乱一顿干，爱谁谁吧，反正就一顿乱斗就完了。然后呢再配上识别三日，这个识别三日呢，识别三日前三回合呢
无法进行普通攻击，但有30%的规避啊，30%的规避。第四回合呢，还使自己智力增加68点啊，伤害率还能打出伤害，全体打一次伤害。这个呢，既能保命又能攻击啊，确实识别三日对这个法师来说是相当给力的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再看看这个赵云啊，这个赵云兄弟呢，确实这是能和贾诩配合最好的一个武将了，因为他有一个一身是胆呢，是自己获得洞察呀，免疫免控制，自己免受这个混乱啊，以防自己打自己啊。然后呢，他呢标准配置啊，破阵摧坚加所向披靡，这俩阵法也这战法相当给力啊，这也是这个赵云呢自己的标准配置，能呢确实这几个技能配合起来呢，经常打出高额的输出啊。这里呢就是赵云主输出，这个贾诩呢是半控制半输出啊，也是，我看看，贾诩这输出也能打出过万啊，相当给力啊。好了，那咱们最后呢再来看看这个辅助位的左慈啊，左慈呢确实是辅助里的一个神将啊，神辅助，金丹秘术，战斗前两回合呢，使我军全体获得35%的规避，好，这规避加上识别三日规避，基本上可以了，并在战斗第三回合时获得休整状态，每回合恢复一次兵力，恢复率是58%，受制影响，持续三回合。这个呢是又能保命，是又能保主将，是又能回血，增加续航啊，可以。然后配上三十阵加象兵，这个象兵呢，就是将骑兵进阶为横行无忌的象兵，部队基础工程值呢提高25%，但行军速度降低50%，受到伤害的50%延后于三个回合内逐步结算，且结算伤害降低20%，自身灼烧呢，更加获得群攻和混乱，又是一顿混乱。这个呢，就是这是很强的一个斩伤、减伤的一个兵种啊，真是这个象兵减伤很好使啊，配这是真是增加全队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厚度啊。好，这个三个人组合确实是有他强的道理啊。哎呦，之前呢都知道这个三世贾诩的强啊，但看到这个贾兄这个楚兄给这个提供的战报啊，没想到这么强啊。行，那咱看看战报啊，刚才这个啊，这等于是基本上无损打这个桃园，我级别不占优势啊，42-41啊，可以吧。然后打这司马盾，这司马盾也算顶配了，这基本上战损相当低呀、啊。然后打这个枪鼠枪，也是一顿揍，爱谁谁。哇，这个五场，哇，群攻啊，这是兵比较少，这个。可以啊，这是什么玩意，可以，相当给力啊，这是一三场，可以啊，相当给力啊，可以。哎呦，行，那就这个队确实挺强啊，有的小伙伴呢，那就组来试试吧，看看到底有多强，玩了就知道了。行，那咱们这期就做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